Osmo Action 3迎来了万众期待的固件更新，添加了10比特色深、4K HDR 视频等各位用户呼声极高的功能。连接 MIMO App 给 Osmo Action 3固件升级完成后，以往只在专业视频相机上出现的10比特色深选项，现在 Osmo Action 3也可拥有。超过10亿种色彩，完美还原眼前世界的同时，画面色彩过渡更加平滑流畅，后期调色再也不用担心色彩断层了。此外， HDR 视频拍摄模式也加入了模式菜单，在这个模式下， Osmo Action 3将解锁大光笔下的高分辨率、高动态范围视频拍摄能力，高光和阴影细节将被同时保留。 HDR 模式中依旧支持 4K 30帧、超强增稳与超强增稳加、地平矫正和地平线增稳，运动画面动态范围更大，细节更多，镜头却还是一如既往的稳。普通视频模式下也加入了画质增强功能，开启后相机会逐帧动态调节视频画质，提升动态范围，同时增强高光阴影细节。增稳方面，我们在超强增稳的基础上提供了性能更强的超强增稳加模式，应对极其颠簸的场景时，防抖性能更加强劲，画面更稳定。我们还新增了 OTG 有线连接功能，拍摄完成后只需用 Type-C to Type-C 连接线将相机与 Type-C 接口的安卓手机、 iPad 等移动设备连接，在 Osmo Action 3屏幕点击文件传输 OTG， 即可在移动设备上查看或备份 Osmo Action 3机内的素材。iOS 机型可通过 Lightning 转换器连接相机，如果您的手机机型遇到连接后无法识别的情况，从 Osmo Action 3的拍摄界面下滑进入系统设置中，点击 OTG 有线连接，显示已连接即可。最后，本次更新还给 Osmo Action 3添加了运动相机上从未有过的时间码功能，此功能专为多机位拍摄而设计，通过连接第三方识码器同步时间码后，无论何时开始或结束拍摄，不同机位的素材都可以凭借内置的时间码信息进行快速对齐，大大减少后期工作的强度和时间。以上就是本次固件更新的全部内容，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建议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我们将尽快进行答复。